备，去拥抱全新的体验，拿出最优秀的一面。既然有本事，就应该说出来，让所有人看见。请你看，我们拿到这么多徽章，我就知道你跟我一样很开心的成为野外小跑队的其中一员。小风，你快看，还可以再叠几枚徽章。等等，有可以跟朋友一起赢得的徽章吗？我来仔细研究一下野外小跑队的守则。真的有哎，野外求生徽章必须透过团队合作才有办法取得。哦，我认为我的小马朋友一定愿意跟我们一起努力。啊，户外真棒！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祥和又宁静的气氛，对吧？哦，是啊，我们感受到了。啊啊，祥和，还有宁静。各位，请在这里左转。拿到野外求生徽章对我来说根本简单到不行。跟我的地图不一样。因为你的地图根本就不是地图，这只是亮亮的涂鸦。那地图跑到哪里去了？亮亮，哦，这代表我们迷路了吗？这下怎么办？我们必须找其他的路才行。很明显，这座池塘已经被烂泥填满了。要是一脚踩下去，我们就会变成泥巴小马，永远洗不干净。说不定会很好玩。是啊，但我才不想变成泥巴小马。大家还有其他点子吗？大家不用惊慌，我认得那块石头，跟我走。火晚会当然少不了，有我所演唱的每一秒歌曲。哦，晴晴，我已经画好营地范围了，就交给我来看守吧。我来负责生营火，后退一点，亮亮。接下来只需要做好晚餐。我们一定很快就能拿到野外求生徽章。请你不要闯进来好吗？拜托。妈妈妈妈妈！大家快逃！你们快看，好大的兔子！这么一来，我们也不可能拿到野外求生徽章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那只飞马兔，以免有小马受伤。大家一起出动吧！啊！小兔兔，大兔兔，我们会救你出来，不过得先让你恢复正常大小。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啊，好可爱的小兔兔！以后要小心这种放大宝石，知道吗？很可惜，这次的行动没有想象中顺利。谢谢你安慰我。不过，我想之后一定还有机会可以拿到野外求生徽章，对吧，小风？事实上，
野外求生徽章的重点不在于搭帐篷或是生营火这种基本技巧，而是团队合作的精神。我们刚才已经完美地达成了这个目标，太棒了！